这些都要，一个都不能少的。这一块其实它是有一棵大树的，所以我们就算是没有，就算是天空啊，也可以把这一块先遮住，涂上没关系。然后再加一点那个浅蓝，用这个这里的颜色调一点这个蓝色，还要加点黄，看起来不要那么蓝。谢谢小鱼替言。欢迎小鱼。这个颜色有点灰了。调一个这个它其实没有这么蓝，对不对？今天好早，今天不早了，八点。其实它没有那么蓝啊，如果大家画的时候就是你直接用这个古蓝加白的话，那个颜色就会太鲜艳了，你这个画的时候稍微的要给它加一点旁边的这种橙色啊，让它感觉看起来灰一点。是不是这个稍微移过来一点点？谢谢大家哈，怎么好像有点卡了？这个画面。我这没卡，可能是那边手机的问题。那你把它们，没事。啊，不好意思大家，第一次这个公开课有点手忙脚乱的，准备的东西太多。我们现在再加一个这个，你别管它了，不好了。那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太阳光的地方，它要浅一点。我们要给它加点那个黄色，然后慢慢的变浅一点点。白色再多一点。今天画什么？今天是一个风景画，今天会这个风景画，我们之前有在，发过预告的。今天是那个公开课啊，这幅画是从头到尾把它画完。在主页有哈这幅画的那个公开课。啊，我们画的是一个。这幅画的名字呢叫早晨啊，就是一个画的一个朝霞的风景。你看我们现在加了一点点那个橙色啊，让它有一点光芒的感觉啊，就是这一点点出来。其实我今天晚上的时候看到那个晚霞也很漂亮。那个纸我剪，要不你再拿一卷过来。我在说话，听不到吗？你声音很小，可以戴个耳机。
克多的维克多的风景画还挺多人喜欢的。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画家，这是个十九世纪的，不是现代的画，以前的画。啊，往上面其实就是一大片那个彩云了、啊。我给它先铺一点这个颜色，那云的地方就不要画了，但是这个地方它有一些空白缝隙当中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也先把它铺上。因为天空的颜色它是一大片完整的那种很平缓的色彩，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肯定是先画它，把它画的薄薄薄的这种大片的颜色把它铺上去啊，然后再去画那些细节。如果你上来就去盯着某一片云某一个光线去画的话，就很难画好。这个再加点白，这个有点影子。这幅画我还蛮喜欢的，很漂亮的。之前我有特地的去模仿它画了一点东西。现在是加了一点松节油，就是给这个颜料加了一点松节油。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大家要是在那个小鹅通上面直播的，可以看到完整画面，包括这个图片，还有那个调色的界面啊，都可以看到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两个平台同时放出来。这不是大海啊，这是一片草地。等会儿效果会慢慢的出来啊，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云彩画一下。上面云彩呢是有点偏紫色的，我们就用这个嵌素红加古蓝这样来调，稍微多调一点点，加一点土黄，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的紫啊、就是有点点发灰，不能够把它画得太深，就是太纯。直播课后如果还要再看这幅画，你需要加入那个课程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直播所属的那个课程啊，是现在有团购的，现在有拼团的。就大家就可以如果想要临摹这幅画的话，也可以继续看、啊、我们会在那个群里面的。这个上面的颜色稍微的灰一点。对，我们去临摹别人的画呢，会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因为这是人家已经把握好的一个意境，对不对？如果我们自己去画，想要从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一个场景当中把它变出一幅很美的画，其实是需要很多各方面的东西的。就你画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一个场面很美，但是你不一定能把它画出来，或者你把它照抄下来也不一定那么好看，肯定是需要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编排，让那幅画变得更好看。慢慢来啊，不着急。这幅画我是准备画两个小时，有可能画不完，画不完的话可能剩下的我也会把它放在录播里面。有一些这个云彩啊，
偏紫色，先把这个调调画出来啊。云彩的下面呢，这一节它被那个阳光照射到的，被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就是会偏橙色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先画一点这个灰色的感觉，灰色的调调，然后再给它加一点那个橙色，亮一点。如果是我们通过一个理解的方式去画的话，你就知道光源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太阳，然后太阳照射的地方呢是很暖的，偏被那个太阳光照的地方就是很暖，偏橘色偏黄色，但是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就那种背光的地方，在早晨的时候是特别偏蓝色的，然后那种中间部分就是被太阳光影响到的地方，但是又没有被照到的地方，它是偏紫色的，因为它同时受到两种颜色的影响，一种是偏光的蓝色，一种是这个太阳的橙色红色啊，这两个颜色加在一起它就变成了这种紫色，所以这里面有好几个调调，一个蓝色，一个橙色，一个紫色。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需要理解它这些关系再去画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再调一点那个亮的橙色，啊，这里的云因为下面的这个被太阳光照到，所以看起来这个有那个橙色的感觉，还可以再亮一点点啊。用这个大红葛红啊，加葛黄啊，调出来这个橙色。其实我也可以直接用葛橙，但是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挤那么多颜色，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都肯定都可以调出来的，我们就不要再浪费了，不要再挤了。也有很多那种小小的云彩，它只是有一点点，所以它就是有点橙色的。我们等一会儿再画这里的这个太阳，等会儿这个太阳光出来可能效果就很明显，现在来看呢还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大家可能还看不太明白。上面的这个云橙色要再重一点点，说我说话嗓子有点嘶哑是吧，可能是讲话太多嗓子不太舒服啊，那没事。把这上面的这一块云彩慢慢的表达出来。
这上面的颜色我稍微加一点点普蓝啊。这个角度看有点反光，站起来。这上面的蓝色我本来，其实应该先画。先画的话可能更好一点，就是把这个蓝色的云加深一点点，云彩的暗面。稍微加一点点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可以之后再仔细调整啊。今天我们这里就可以慢慢的先把大效果画出来。如果是要画太多细节的话，我担心两个小时不太够用，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大的关系画出来之后，就要画其他的地方。这个课的是在我的一个基础课，就是油画基础课的课程里面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基础课程呢是有30多节课，很多内容的。大家如果是现在拼团的话，价格也很优惠。这个颜色总感觉有点浅，啊，不过没关系，应该。在天空当中呢，还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云，换一支小一点的笔。我现在调一个橙色，画这个阳光啊，葛红、葛橙这种含葛的颜色，它其实是特别的亮的。
就是它看起来就好像在发光一样的，那个颜色很亮，很好看。我还是加一点葛城吧，这样会更好调一点。这里有一只那个葛城，谢谢小鱼。葛城啊，这个颜色其实就看起来很亮，你把它加到这里，跟周围的环境稍微融到一起，因为旁边是那个薄薄的一层云，那个太阳光从那个云里面呢透出来那么一点点，给它加白一点。可以拿一个扇形笔给它轻轻的扫一扫，把这些笔触啊，有些地方可以减弱一点的地方给它减弱一下。晚上不喝咖啡啊，晚上喝咖啡睡不着觉。谢谢大家。这个颜色没有调好，应该是这个颜色，加一点点橙色。白一点，打瞌睡了啊，没有办法，我们上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啊。像，对啊，晚霞很多地方的晚霞都很好看。如果天气好，那个空气能见度很高的时候，晚霞就特别漂亮。啊，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白的，稍微加一点点橙色，再加一点点那个葛黄色。还不够白啊，我们再加白一点。这幅画呢，我看到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我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我在博物馆的那个官方网站里面找到的版本，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参照的这个是我在现场看到的版本，
博物馆发布的那个版本的颜色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呢，还是他的照片确实的颜色调的不对，或者是光线的影响。反正我在现场看到的颜色和他们发布的那个版本的颜色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漂亮很多，它的官方发布的那个版本的颜色我就觉得非常不怎么样。那幅画看起来就很普通了，但是这幅画如果你在现场看，那个光感会特别好看。我也不知道这个博物馆呢，它是故意的呢，还是它拍出来的照片就拍的不怎么好。这幅画是在西班牙的提森博物馆。现在给它这个太阳光加上。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它画其他的地方啊，就近处的东西，远处的远景啊，我们先画到这样。是不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太阳光出现了？现在我们再调一点紫色。太深了吧，再加点白。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工作室的账号联系啊，我会在那里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我现在直播我也不方便。从这个紫色慢慢的变成蓝色，慢慢的过渡成蓝色。这颜色太好看了，是吧？这个就是那种晚霞的感觉，朝霞的感觉，不是晚霞。就有点粉色的。对，反正朝霞晚霞，如果我不说，你们也看不出来，对不对？没有，一般的应该是看不出来，都一样。啊，现在看到这种早上太阳刚刚升起啊，大地面上还有很多雾气还没有散掉，那种感觉，还有一层雾气，雾蒙蒙的那种感觉。调调色调出来，对不对？牛吗？是牛吗？还是羊？对啊，还有很多牛。嗯、然后看到没有？这边有一些比较高的树丛啊，这里也有一些矮一点的树丛，远处的树。那远处的树呢，它是有点偏普蓝色，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用普蓝这个颜色，可能会把这边的颜色要擦好。就是我们调色的时候，你看。这边的颜色是偏黄偏蓝的，这边的颜色我们就偏蓝一点，不要混得太狠了。这幅画真的很美，是的。来、这个是那个的麦，是抖音的麦。你带着？我不带，你就把它放在我们中间好了。如果我用这个普蓝色直接画的话。它是不是就是太艳了，对不对？这个颜色太艳了，那我们稍微加一点点这个熟褐，加点熟褐在里面，感觉还是有点发绿。发绿的话怎么办呢？我加点红，它就不绿了。加点红。谢谢珍珍送的最好看。加一点那个，一点点那个嵌素红，让它颜色你看稍微中和一下。就让它稍微的偏紫一点点，看一下这个颜色对不对啊？还是太深了一点啊，再加点白，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是被雾气笼罩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画得太实了。
哎呀，怎么办？都在呼唤你的那个王老师啊。不是王老师，王助理是谁啊？他以为是王老师，不是王老师。不是，我知道啊。没事没事，你不用管他。这不是老朋友了吗？就是那谢个谢上，谢谢送的礼物。剑圣，就是你。对，就健身。好，我们这个颜色你看很难调的，我们要不能够太强，稍微弱一点点。这种啊，一个远处的树影，它慢慢的就被下面的雾气吞没了，你看不到它了。没有，是普兰啊，但是我感觉确实还要再加点红，感觉这个普兰太强了，再紫一点点。这样子好看一点，远处的这一点树的影子，哦，我刚刚没有注意啊，画歪了一点，没事啊，反正这个风景画就是这样子。你的一些东西位置稍微偏一点点什么的，影响问题不大，除非你是要完全100%的还原，这个2棵树应该再稍微移过去一点点。这里有一点那种一层一层的树，我们都是从远到近，这个就叫空气透视啊，空气透视。你越远的地方，它的颜色就加白越多，颜色越白越灰；越近的地方呢，颜色就越鲜艳越纯，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颜色的关系处理好了，这个风景看起来就很舒服，很好看的。如果是大家画风景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在画这个风景画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层次感，没有把握好这个层次感。我现在都是用的一支猪鬃笔，然后我们这边有一棵大一点的树，然后大一点的树，这个树的颜色呢比这棵树要靠近一些，所以我们把它颜色要加深一点，加深一点，还是这个普蓝，加点褐色，然后再加点这个红，嵌素红。不要画得太重啊，轻一点。对啊，现在开始就有这个空间的感觉出来了，对不对？就很好，就很有意思，很舒服了。我们先把这个影子画一下，树的影子画一下，不用把它画得太实啊，模模糊糊的影子。然后我们之后最后再去提一些细节。这里一块应该在，刚刚画点颜色的，忘了，不过也没关系。然后再衔，稍微接一下就好了。对的，我们每周都有这种公开课啊，但是这个公开课如果大家想要，回放啊，或者是那种学习资料的，也可以加一个我们的那个网课。现在网课价格是很优惠的，内容啊什么的都很多。大家可以过来加到那个群里面，这里画的画啊，那些资料啊，都在里面。丙烯还是颜料？是油画，
油画颜料，嗯，他可能就打错字了。今天的公开课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公开课，还有那个进阶版的，进阶版的也会有公开课。大家可以点点关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看一下主页，打开一下主页，在第三个作品上面是有的。谢谢送你的小星星综艺。谢谢。最后这边还有一个近一点的树啊，我们画出来。这个树有点尴尬，我位置画歪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啊，反正风景画嘛，一棵树的位置偏一点正一点，影响不大，不像画人。画人的话就是会，你稍微错一点呢，就错一点点，可能就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对于人是特别敏感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去看一个人，那个脸他的鼻子歪了，你会觉得很奇怪。谢谢点赞，1200多个赞啊，谢谢。这手术也是不得了，对，就一直在点。这个现在往下画，颜色再加深一点，颜色再加深一点。我用这个普蓝加熟褐，普蓝这个颜色呢，它是有点偏绿的，所以我们在里面稍微加点红，就可以把那个绿色给中和掉，看起来就不那么绿。就加这个嵌素红。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颜色是有点偏黑色的感觉，有点点偏绿色，偏黑，很深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直接去找这个颜色的话，好像是没有啊，所以很多画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调色的，直接去找一个这个颜色很难找，但是我们调的话其实很好调，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就用那个普蓝它本身是一个发绿的蓝色，你把它跟褐色加在一起，它就变得有点灰，有点绿灰色。但是呢，因为这个太绿了，所以我们再加点红色，它就变成这种比较灰的调子，偏绿的那种灰色的调子，很好看。没有加黑啊，如果是古典油画的话，一般是不怎么用绿色的，就是偏传统的画法里面，传统的油画里面绿色用的是不多的，一般不怎么用绿色。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绿色很少，天然的绿色不多，而且绿色很容易调出来，所以很多人他干脆我就不买绿色。而且像这种画里面的绿色如果用的太深了就不好看，深了就是生熟的深，有的人的那个用色直接挤出来就用，那个就叫很深。加点那个赭石，爆炒小青椒啊！你看，现在我们再加点赭石，这个变成一个有点像橄榄绿的感觉，有点像橄榄绿的感觉，但是又比橄榄绿可能纯度还要再低一点。这个颜色跟它接起来，看到没有？现在就有了，对不对？其实我现在参照的这个图片是我在博物馆里面现场拍下来的图片，我还有更加高清的那个图了，是博物馆官方网站里面的图，但是博物馆官方网站里面的那个图的颜色，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好像跟我现场看到的区别太大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一幅。这张照片其实不是特别高清，因为是以前的旧的手机拍的。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突然之间一幅画就蹦出来了，而且把大片的画好，时间多一点就可以，时间多一点呢，我们还可以再画点细节。这幅画其实细节也不多，就这种大效果朦朦胧胧的感觉出来就特别特别美，很舒服。杂音好重，杂音好重，怎么回事？怎么样？现在声音好吗？现在好了吗？现在的声音好了吗？好了是吧？不好意思啊，有可能是那个软件的问题，有可能是那个软件的问题。那个直播软件、推流软件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觉得很纳闷。至于在什么情况下面出现的，我也不知道。自从我换了这个 Windows 电脑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前用那个苹果电脑直播就没有这种问题，这软件的问题应该是。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之前画的另外一幅画的那个课也是，我问你别走啊，你注意看我的那个录像、电源、那个电量啊什么的，时间啊这些，一定要时刻关注这些事情。现在好了，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应该跟我的系统有关啊。我之前用的那个用苹果电脑直播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情况，用这个 Windows 的电脑直播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这个声音突然之间变成噪音，这个地方跟天空稍微对接一下，没有画好。你把麦放在你们那个？不是麦的问题啊，刚才是那个连接的问题，不知道突然之间。是这边的吗？还是那边？这边的。这边也是声音有点小。嗯。你把麦放在？没事没事啊。刚刚的那个声音呢是那个软件的问题，应该就是那个推流软件啊，那个 OBS 软件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接触不好啊什么的，它就会变成这样。没关系啊，我们都有录像的啊，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直播的内容替换成录像就好了。在那个课程里面把直播的内容替换成我今天的这个画画的录像就可以了。你不爱吃啊？你又不会去看那个。如果有很多有些同学他想要去看回放，对吧？然后突然看到那里吓一跳，那我也有点对不住啊，是不是？今天我有一个网课，上面有个同学就也反映了这个情况。某一节，上面这种情况，因为我也不可能一直戴着耳机听我自己的那个直播间呢，他突然一下跳到没有声音了，跳到那种噪音了，我也不知道，真的有时候是特别尴尬的。
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一个噪音。好，现在是画这个从远景中景啊，就然后慢慢的切换到近景。近景的话是就是前面一片草地，有很多牛啊，还有一些草啊、树桩啊、枯木啊、花呀、这些东西。还是再调一点这个，先把这个远景的颜色铺好。我们画的时候就是从远到近啊，这样一步一步的来。看看调的这个颜色了，它是偏紫灰色的，有点发绿的，又有点说不好的这么一个色调。有点讲不清楚它的色调，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这种颜色特别好看。如果要用一种很理解的方式呢，就是这种色彩这种光线比较弱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看那个东西是很难看清它的细节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团一团的模模糊糊的影子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画的时候这样去画，就特别的符合人的视觉的那种特点。但是很多人去看那个照片啊，画照片的时候，照片里面它的这种细节，它可不管你那个强光、暗光、弱光啊。它弱光的时候，它就用那个弱光的效果，它也能拍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对着那个照片画呢，就可能很难感受到这种虚实对比的关系。这个东西这种就是靠我们自己平时观察时候的经验，就这种光线很弱的时候，我们的视觉看到的东西都是很柔和的，很模糊的，不那么清晰啊。但是因为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误导。这边明天画什么，已经想到明天画什么，你就会以为那个光线啊，那个暗部的东西，暗处的东西也看得清楚，你就会把它画出来。牛羊就是一些躺在那个草里面的牛羊啊，你不用管它，肯定有地方放的。明天我们是画那个人物画，所以大家在画这个照片，画照片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风景画，如果你去看一张照片再去看一个现实啊，你去对照的话，可能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当中你特别容易很容易的判断出来一个东西离你是近还是远。但是你在照片里面如果把周围的参照物去掉，你是很难判断的，就是说在照片里面它的空间感会弱很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但是我们在肉眼去观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看到那种空间感，这就是区别啊。如果大家画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你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它的空间。明天是那个古典画法，把这个边缘稍微的揉一揉，跟这个天空相接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受到那个暖光的影响，它就比较这个树叶有点偏橘色。远处还有一点炊烟呢，不过我们可以等一会儿再画。对，现实当中你看到的是三维，但是你在照片里面看不出来，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可以把三维的那种立体感觉表达出来啊。你在画画的时候就是可以表达到，可以做到的。
所以有很多画你看它的时候你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绝对是不像照片的那种感觉，不是同一种视觉感觉。这幅画的尺寸是多大？原尺寸我忘了，这个我现在画的这个尺寸是一个50×60，应该是比原尺寸小一点。我是等会儿我去那个博物馆的网站上面看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发到群里面。现在是一个比较粗糙的笔。老师，这幅画尺寸？我刚说了。没有听我说话呢，没有，这个话没有打草稿，就直接画的呀。你刚刚没看吗？这还像这种风景画呢，其实不太需要打草稿，除非你是画那种什么建筑物特别复杂的。这里还有很多细节，我们现在先不急着去画细节，只要把大关系先处理好，大关系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再去对回头再去你回过头来画这个细节。现在都是一些大片大片的树丛，然后近处一片绿色的草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啊。喜欢可以点个关注啊。这个草地绿色啊，我们就还是用那个蓝色和黄色来调就好了。我用的是普蓝加一点这个葛黄，加点土黄嘛。加土黄呢，它稍微的更弱一些，这个绿色，因为它太绿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赭石。啊，我之前那个是加这个嵌素红，为什么？因为加嵌素红它的颜色会变黑，看到没有？因为这个颜色它更深，这个颜色更浅，加这个或者加这个都行啊，让这个绿色不要看起来那么超级绿啊，不要太绿，有一点那种偏暖的感觉。多加一点赭石，感觉好像有一点那个泥土在草里面，这个尺寸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这幅画的稍微的压扁了一点，它的那个尺寸应该是，我估计看起来像是60×80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如果大家要自行临摹的话，我建议大家用60×80的画布。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是示范嘛，直播示范的话，弄得太大了，也可能2个小时画不完，我就弄个50×60。它是60×80啊，4:3的画面，对。因为我担心就是弄太大，画不完啊。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还是不要画太大，稍微小一点。啊，这里有一个贴的那个什么纸，你注意一下那个相机的电量，还有50%。那就可以，电量够就行了。16:9，不是16:9，我现在是5:4。本来是4:3，所以我这个就变得太方了。那这个草地也是可以看到，
大尺寸不好放，也是啊。这个画如果你画一个小的也可以，不要画那么多细节，也很好看。你看这个草地啊，我们下面的颜色呢就偏冷一点，发蓝，然后往上啊，它有一点点偏红，多加一点赭石，多加一点赭石，土黄。我很感觉这上面开了滤镜啊，你帮我看看，滤镜关掉，我感觉颜色怎么有点粉嫩嫩的，其实没有那么粉嫩嫩的，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开吗？有，有，有吧，应该有。那个滤镜不是美颜，深水，把它调到五，这才是原本的。调好了呢？不是，这是原本的，刚刚有一个滤镜。嗯。这是原本的，就是。原生的，这才是原来的样子，突然就不一样了，是吧？不知道啊，颜色就不一样了。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些颜色你也不太好调，我们可以录下来，然后把它在那个什么调色软件里面，视频软件里面把它颜色调回来。还有因为你那个录像的时候设备啊什么的，它总归是有一些色彩偏差的，用使用的时候这没办法。能够大家看得清我用的什么颜色怎么画的就可以了。你要颜色还原度那么高，那真的没有，很难做到。所以我喜欢录像啊，然后做成视频，我自己看得舒服一点。直播呢，有时候画面是不太好控制，那个色彩尤其是光线，盖住，别倒了。啊，现在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慢慢的出现了很多细节了，开始变清晰了，对不对？这种感觉很好，很舒服，就像是一片绿草地，刚刚太阳刚刚升起来，草地上还有很多的露水。远处应该有个湖，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湖，等会儿我们把它加回来，特别好看。好，暂停一下。我要喝点水。对，这个。如果不行，你把那个电源插上，电源插上。画这些细节也不是上来就画细了，我们也是先画一团影子。像这个，这里一根树干，这根树干呢，我们也就画一个树干的影子，不要画得太细啊。实在是太远了。我垫的放在那个什么？这个。放那个砖头垫的。你那边玩。你可以后面再拿两个砖头过来。先画一个模糊的影子，有些细节可能我们今天画不了，要等它干了之后才好画。有一些高光点，要等它干了之后才好画。草地哪来树干？那有可能是人家砍倒了扔在这里的。这棵树明显是被锯倒的，不是自己倒的。
这里有一个有一棵树啊，啊对，差点忘了，这一块颜色要再浅一点。这个草地上面有一些偏暖一点的色调，可以把它轻轻的加上去，轻轻的加上去。可能有些细节啊，像这些牛啊上面的这些花呀、啊，我们要等这一层颜料干了之后再画会更好画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就画一个大概的效果就行。因为这个颜色啊还没有干。如果现在画的话，有些细节是画不出来的。再画这个树干，树干的颜色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刚刚调的那个熟褐加普蓝再加这个嵌素红。分两期画啊，剩下的那一点也不用单独再开一下，我先把它录下来，发一个录播啊，发一个录播，如果大家有学员啊，学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棵树，树干都是隐隐约约，没有那么的清晰。这里有一棵很大的，大一点的树。现在颜色用的都是很薄的。除了天空的那个颜色以外，这里的树叶、树冠，再给它加一点那个阴影。
好，那这个树冠呢，它是一个绿色的，但是它没有，就是不是很容易看出来它是绿色，它只是在这一大堆颜色里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绿，啊，这个很难一下子把它表达清楚，很多颜色是靠对比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颜色单独拿出来看，可能是一个灰色的，一个褐色的或者什么颜色，但是我们把它放到那一堆颜色里面，看起来好像有点发绿，就这种感觉，千万不要直接把它画成绿色，再加一点点，这种，全都是那种看起来非常不那么明显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你如果单独来说的话，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颜色。你可以看到这一个颜色，它是有点点偏紫一点，偏紫红色一点，加一点这个嵌色黄，然后稍微加点白，这个树你看它的颜色稍微偏暖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接近这个阳光啊，它可能受到的影响多一点。还分不清颜色是吧？本来这个颜色就算是，大部分人如果不是专业的，学习过，你也是很难意识到这些颜色里面的差别的，因为我们大家平时看色彩啊什么的都是凭经验，如果没有一定的对它有一定的理解的话，自己去画呢，你很容易就陷入到那种经验里面去了，因为你觉得那个颜色就是那个颜色，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是另外一个颜色，它只是在那个场景里面看起来啊特别的像你以为的那个颜色，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一个灰色，你把它放在那种红色周围，它就变成了绿色。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大家要是自己有那个意识的话，就可以避开这个问题，让它颜色啊搭配的更好看。当然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各种练习来慢慢的掌握这个技巧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来看看我的网课，啊，里面都有很多都有讲到。这些颜色都是特别不明显啊，这一块块的细节、细微的变化，给它处理好。这边还有一些细节我们今天就不加了，比如说有一些树枝啊，小的树枝啊，树枝上的小鸟啊，这些东西我们看看情况。啊，可以看到一片隐隐约约的光线之下，几棵树啊，慢慢的就跟周围的、跟它旁边的那些区分开了，对不对？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几棵树了。这边也有几棵小一点的树，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不用普蓝用靛蓝，没试过，普蓝靛蓝其实都是很深的蓝色，如果这幅画用靛蓝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靛蓝的话它更加偏紫一点，普蓝呢有点偏绿，我每次画的时候要调那个紫色，调那个嵌素红进去。这一棵这几棵小树啊，你给它再加上一点树干，这边还有几棵小树，把这个树干也可以这没办法，可能是我人挡住画面它就有可能会有点曝光了，你把画稍微低一点看看，就这样拧一下，不用拧那个，就这样掰一下。对，感觉太靠下了，方面不用调那个，就掰一下，就这样掰一下就行。你看，看到我们画面要放在上半部分，因为下面会有讲，会有很多弹幕啊什么会挡住那个。挡住那个画面，而且它是没有办法关的那个弹幕。啊，这边有几棵树，我们也给它加上。觉得这一个今天的你才看到原画，原画就在我们的右上角，放在右上角。原画好像更加暗一些，也可能是我们拍摄的时候的那个光线的原因。谢谢大家啊，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啊，每周五的晚上呢都是这种公开课，给大家现场演示一幅画，这幅画现在是这周的这幅，是一个美国的画家叫什么 George Innes 啊，这个的他画的就是专门画这种乡村的风景画。我是在那个，我是在博物馆里面看到这幅画，然后当时就觉得还挺好看的，确实很好看，就把它拍下来了。这个画呢也是在我的那个网课，基础画网课，油画基础班网课里面的。大家要是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现在
现在的那个那个基础课的团购拼团啊是优惠力度挺大的，大概之前是1000多，现在只要600多块钱。对，是里面有很多很多课，大概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面搜可以看一拼团呀、啊，拼团，我们有拼团活动，大家看，这个拼团活动是满5个人就可以。我拿个软毛笔，把它的这些笔触再刷的柔和一点。到现在为止，我用到的所有的笔都是硬的，都是那种猪鬃笔。现在我可以换一支软毛笔，轻轻的扫揉一揉，把一些笔触给揉掉，看起来稍微柔和一点。其实像这个年代啊，就是这个画家那个年代，他们用的笔大部分是貂毛笔比较多，不太用这种猪鬃笔的。这种猪鬃板刷是在印象派时期，后面才慢慢的流行起来的。以前的猪鬃笔都用的比较少的，所以那个时候以前的画风都是比较细腻的，不是像后来那么粗犷。这个画的风格和你用的工具是很大的关系的。是不是整个有那种非常安静的田园风光？等一会儿我们再加几头牛啊！期待，期待终于有动物了。加几？上面其实还有一些这鸟，对吧？这是鸟。对啊，有鸟、飞鸟，还有牛。这也看不清是什么鸟。飞鸟，你不知道什么鸟，就是在天上飞的鸟，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乌鸦。用这个软毛笔把上面的笔触，我在想的是下次我们打一幅画或者是贴在上面，就有一下原本的那个，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对，你就放在这上面，这个，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对的，要不然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像你在画什么呀什么，尤其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这幅画最后会成为什么效果。对的，所以会大家进来可能就走掉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幅完整的画展现给大家。我的口头。这里这个场景太大了，你画一只狗在上面看都看不见，画头牛还能勉强看见。我去狗。你看这里的树，树的影子肯定有很多这种层次，一层一层的，好多棵树，一片小树林。这个让我想起那个田园风光啊，特别的舒服。其实我这边看，小时候早上。小时候在乡下的时候，早上背着书包去上学，就是早天刚刚亮啊，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有很多这种漂亮的场景，现在都是回忆啊，所以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把这
这个再深一点点。多加一点层次，层次越多越好看，但是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不能乱了，层次不能乱。北方黄土地，我没有去过黄土地啊，没有去过那个陕西啊什么的，我不太了解当地的那种样貌，只通过照片，没有那种特别直观的感受。嗯，这样画出来会不会有一些色差？有。我小时候也在乡下待过，我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十岁以前，有很多这种记忆啊。就是特别感觉特别漂亮，就是早上那种太阳刚刚出来，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上面都有一层露珠，这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感觉，太阳刚刚升起，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一层露珠，把早上的太阳光把周围的环境都染得那种红红的暖暖的。看我们现在这个画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层次了。其实细节现在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给它加很多细节才好看，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上一点，让这幅画也更有看头。比如说前面的这头牛，我们先把它面前的草地。对呀、啊，你有那个露珠啊，然后你走一路，那个裤子鞋子都湿了，对，就是那种感觉。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画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对不对？你看到它，你就会想到那种感觉，所以你就会特别喜欢。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你喜欢一幅画，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有多么了不起，这就是因为它勾起了你的一种感受，一种回忆，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这幅画好好看。哎，太亮了。那你把这个再移上来一点。是这个灯光的原因。嗯。太过曝了，怎么回事？是得叫我看有没有那个设置一下。把这个灯光转过来点，看好不好点。现在好了。现在好了，不好意思。不是你转动的问题。这个画质有时候有问题，这个手机不好控制。我们现在在画这个牛啊，画头牛，有一头是，偏红一点的，能不能拔高一点的树，像圣诞树这种。我这一幅是一个临摹，不是自由发挥。如果大家自己画的时候，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对不对？我们现在把这个牛给它画出来，先画一个影子，也不用画那个特别鲜艳的颜色，也不用画，画一团。
这个笔，朱棕笔，这个是在美国的，北美的，应该也属于温带。老师帅气的头发来了，哈哈哈，大家见笑了。今天是为了拍视频特地弄了一个很骚气的大背头。你看我只要头挡住它，它就会那个，它就会给我跑，我没办法，我把头偏过去。你看画这个牛啊，你千万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们就画出这一团影子，模模糊糊就可以啊，不要把它画得太清晰了。老师头发随便出镜，我们喜欢看。哈哈，见笑，这是。我发现粉丝可真细心了。录像的怎么样？还有电吗？录像的话。没有出现高温报警，没有出现、那个、没有那就继续录，可以录两个半小时，反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把这些细节再加点细节就好了。还有一些很多近处啊，什么小花小草啊，这些今天也不好加，因为要等它干了之后再加可能会好加一点。加几头牛，这里有一头白牛，白牛千万不要画成白色，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在它是在这个一片啊、哦，这里有一个远处有一个湖，正好用这个颜色也可以加一点。白牛啊，奶牛不是奶牛啊，你想想这个是什么时代啊？是19世纪啊。不一定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品种，对不对？有很多品种是工业化时代把它培育出来的。不是，主要我头发挡住这个画面，它会自动的过曝，这就有点恼火了，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要躲开这个镜头，要自动过曝。这白牛啊，我们先画一个影子，等会儿再加一点细节，还是不要全部都在这里，都留到下次那就没意思，对吧？我们还是要画一点出来，好看一点。你要画那个白色的羊吗？牛什么羊？白色牛啊，这里哪有羊啊，这全是牛。哦，就这个牛太小了，完全看不清。你这么远你也看得到啊，羊哪是这个样子的，看不到。哎，现在小朋友连羊都不认识。之前去菜市场完全就是懵的，这是什么菜？对呀、啊，这是什么肉？那我的学生里面有人，那个小朋友也是，明明是头牛，他说：“哎，这是羊。”我说：“这是牛。”他说：“牛怎么是白色的？”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这小的还连牛都不认识。那还有人说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呢。真正在农村里面生活过的人，我只要看一个很大概的影子就知道那是牛，对不对？他说我啥眼神。对，他没有这个生活经验，不知道那个牛和羊的外形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身体结构都不一样。谢谢点赞。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公开课。是的，我们每周五晚上8点开始直播公开课。
周六也有，周六是另外一个公开课，是那个古典油画。我们明天晚上也有，明天晚上继续。对画画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啊。你这话说没见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对不对？也就是这样子。他这也太瞧不起我了。好，见过猪没？这幅画把框桌上一样能拍上大牌。啊，这个画肯定好看的啊，我告诉你。当然。但是我画的有点偏小，如果大家自己在家里画的话，你可以画个60×80。哦，这个是原图是吧？建议大家。就是原图吗？原画吗？这个是博物馆的图，我现在换到的这个。这个博物馆的图跟那个图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颜色一点都不同。对，为什么？而且没那个好看，那个是我在现场拍的，那个我用手机拍的。这个是博物馆的。我忘了，我手机里面其实还有细节图的。我等一下。下了播后我可以把那个细节图翻出来再对着那个细节图看看，因为我当时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我是拍了好几张了，它的原图我们就没有，它的博物馆的原图跟这个图区别太大了，颜色确实完全没有那个好看，对不对？差很多、对，这个一看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画，当然也没有那么普通，是色彩上面单一。对啊，那幅画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境、非常舒服的画。感谢大家的关注，喜欢多多点点关注。我们主页上面也是有网课的，大家可以关注看看。现在很多细节。这幅画的话是在我们主页的第三个作品，上面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啊，这个牛的牛背啊，是有点被光照到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它加一点。高光，加一点点高光。你看到没有？牛它是有这个脊背的，是这个脊背是会拧起来的，羊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哪个是牛，哪个是羊。只要看到它的那个肩膀就知道了。是吗？对。那我觉得差不多。不用看脚，就你就看它的背你就知道了。羊是比较平一点是吧？还是说它是比较矮一点？对啊，羊是平的呀，羊哪有那么哪有这么高的肩膀。这个地方的高光我们估计要等到干了之后才好加了。这头牛呢也有一点啊，牛还是羊是牛。好了，你不要再笑他了，所以不止我一个人。其实很难辨认，如果是我从远处看的话，我会以为这是羊。为什么？因为旁边都是不是白色的。生活没有阅历，这么纯，没有这么纯，可能是手机的原因，看起来还有点纯。到时候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我的那个回放录像的话会好一点，完整一点啊。没有那么绿，它在那个在这个相机里面看的颜色偏鲜艳，其实画的没有那么鲜艳。我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调不了。对啊，白牛也是经常会看到的，我们在水乡下转转。小时候经常看到。这幅画我有很多细节，我有拍下来很多细节，回头跟大家，回头再对着那个细节画一画，再把那个完整的视频给发上去。你看我们这个树干啊，它是要先画了一个灰灰的那个影子，然后再给它加上亮的地方。原图我们会发到那个班级群里啊，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群里面。哎，现在我看不到细节啊，我只能是看他的那张图，颜色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没关系，再画一下。啊，对，那边还有天上的乌鸦，我把那个棍子拿过来，那个窗台上的大象，因为我要画点那个小鸟，那个乌鸦。这边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我到时候一点点的加，现在还少了好多细节。谢谢大家。你看这里有一些鸟儿，这块先不管它，先把这边的几只。这边太细了，这边完全看不到。看不到是吧？对，看不到你在画什么。嗯，那没事啊，我们就把它。画一下这个鸟儿，你要不要把那个镜头加上？试试。对，你把那个镜头，把那个像手机的镜头加上。高一点啊，但是你要画哪个位置呢？我画这，画这，画这里。还有几只小鸟，还有远处的炊烟啊，就这一点点细节补充一下。远处的炊烟其实也是紫色。镜头被手摸到或者什么，现在好了。要不要擦一擦？哎，好，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可以进去。绿色用不好就成。绿色确实，绿色确实不好用，绿色很难用。嗯。老师技高人胆大。没有没有，那这个绿色其实我用的没有那么纯，我加了很多赭石进去啊，中和它的那个绿色。这里有一点那个炊烟的效果，这里有点炊烟的效果。我们是照着它画的，对不对？照着它画你就不会出错。如果自己去画，你那些颜色全靠自己去
去编排的话，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不过我跟大家说，我每次画，如果画这种风景呢，我会先画一些小稿，这样自己去看，去看那个小稿的效果，那些颜色搭配怎么样，然后再去把这个小稿再研究好了以后，再去画大图。如果上来我们就画大图的话，有些颜色你摆来摆去，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摆，就特别恼火。这里有点袅袅炊烟。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天空的飞鸟。天空的飞鸟的话，其实它看起来是很黑啊，因为它周围是很亮的。其实不要那么黑，我们调一个那个灰灰的颜色就行。这个颜色就可以，我调的是一个其实是很灰的颜色，可能比下面的树稍微深一点点。这个笔有点炸，没那么炸毛，这只好一点。你看调的这个颜色有点偏蓝色的那么一个灰色。好多只小鸟，飞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大镖客，荒野大镖客，美国的19世纪的乡村风景，就是这样的。电影不是电影，是游戏啊，有个游戏叫《荒野大镖客》。没事啊，我们那个课上面都可以看到回放的。大家如果是进入那个网课，可以看到回放的。就是我们原来的老学员，你可以跟我要优惠，我可以给大家更多折扣。因为有些课大家已经有了，所以给大家到时候给更加优惠啊，如果想看这个完整过程的话。有些课大家已经买了，我们那个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都是之前的一个合集。旁边的是。你要想看他画画也可以啊，下次让他画。不要问人家多大呀，真是。我们这个可。全程都有录像的，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完整过程，跟着一起画的话，我们很多原图都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拍的，有细节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发到那个画画的我们的这个课程的群里面。因为这幅画还有很多细节，我们要等它干了之后再继续，所以说今天呢就大概画到这个样子啊，肯定还有一些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完美，再去调整一下，画得更好看一些。
天空中的一些飞鸟。过暗是吧？可能是那个也跟我们的光线拍摄的光线有关呀。嗯，我们看一下，感觉是差不多了啊。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时间也到了。是的，我们差不多就是在10:30之前这样子。也不用到10:30，就差不多，今天就时间就到了。我们早点是吧？今天。对啊，因为这个，我们这边差不多两个小时啊，直播会就两个小时。好好。时间太久了也。新进来的小伙伴们可以点点关注啊。啊对啊，我们每周都有这个公开课，每周都有这个公开课。晚上8点。每周五的晚上8点。然后这幅画的话，在主页上面是有的，在第三个作品上面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然后进入主页。我们关了吧，停了吧。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我这边关了。还是。今天就先画到这儿吧，谢谢大家了，拜拜。好。拜拜。先停了啊，拜拜。